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钟姐，今天我们出来巡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这条是中央路，无锡的中央路上的某一场。那我们来到这一场呢，就是寻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商品。这个在娃娃机，我目前也是第一次看到。这个是穿墙监听器，它是写着隔墙有耳，就是可能你贴着墙壁就很清楚的听到隔壁的声音。这一个我真的我蛮想要试试看的，看它听的那个清晰度、清楚度到底多强。好，那我们就小打看看吧。来，哎，轻的，它会稍微蹦蹦哦。肯定，在逆，在逆，在想哪？全部都逆过去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我们把东西做到最满，再来攻，先花钱。来哦，哎，它还稍微带能吸呢。来来来，这个，乱来，乱来，乱乱乱。哎，还是先攻。没有，我们再下来一个再攻，就这一个了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吸吗？吸或者捏宝。吸好像尴尬一点。捏宝这样。哇塞，无限枪位。哎，他没有吸行甲，他爬过去了。哎，啊，没赛，多了一点点，加两个出一个，这一个吧。你这个角度很漂亮哎，可是想要先夹这一个，有，哇，来，吉之宝，Sunky 呀，吸呀，吸卡层，有了，再一个。那猫屁股怎么会丢这么可爱？有，哇，这个怎么这么轻啊？嗯，猫屁股。吸。夹了。我是不是夹后面的就好了？对啊。来哦，骑。来哦，骑。哎、欸，两个了，舒服。哎，看能不能再夹个第三个。这个拧过去吗？可以哦，它逆血甩都会大喷正门。哎呦，想出来。逆中骑射。哦，它如果没有吸行甲，它是整个五档哎，漂亮呢。对啊，以这个轻度，吸行甲应该可以倒钩吧？弹，好来了，是时候再弹一个下来。好了，再下来吧，弹。嗯，算了。接了。直接来了。只是角度不好，那个角度还可以。快！全包，再一次这个，嘿，都正旁爪位呢，喷的嘞，哇，嘿，中间，哇，很大，对啊，还是我吸他这个脚。再逆一下这个，哎，丢出来，吸，哎呦，哇，它薄是真的不行，
它真的只能靠吸，这个东西真的好轻哦、喔。哎、欸，这样。哎、欸，这样。哇、哦，那个薄度，这个再稍微小试。这样，因为我都看到它的头没有吸行夹哎。哎呦，来，来了吗？信，信，漂亮。好，那我们总共就夹了四个这个穿墙监听器哦。这个什么时候用得到呢？你觉得呢？每天晚上用得到。这个也不能乱用，你也不能随便去乱窃听别人，这是不行的，好吗？我们要讲这个是不行的。但是如果你今天好奇心强的话，哎、欸，听人鼓啊，还可以。就这个东西，就能听。我是不知道这个东西，我就很好奇啊。穿墙监听器它到底听到的那个真的是很清楚吗？那大家都去买这个就好了。不一定这样子。其实你墙壁你这样耳朵贴着就已经够清楚了啊。对啊。啊，又加上这个，是不是能够再更清楚呢？就不知道了。这个我也自己也蛮想玩玩看的啦。好，那我们就夹四个这个穿墙监听器，那我们再去寻一下其他的。我们来寻一下下一台，这一台呢，它是算是知名品牌吧，歌林的那个八寸循环扇，哎，平常用得到，现在夏天也到了，大家应该也用得到电风扇吧？哦，极致保护托，逆一下，它好绿啊！对啊，哎，不是偏绿的东西不能拿吗？对啊，之前不是吃一个绿绿的让我吃到饱，打到真的脸都绿了。射，再一次，它的球都起来了。对啊，但是这个东西好像蛮重的，它应该会把它压下去吧？哎、欸，过了，再逆一次。这个，我们把它的某些路要给它封死，不能让它这样子跑。它至少要在过去贴着45度角，我们就去公正门那一个。哎呀，过去盖，正门两颗球。我觉得不用怕，因为它很重，它就等一下你夹起来压下去，应该就下去了。哦，漂亮，来了，重，拖，哦，有希望，有希望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对，过来，那颗球是要不要下去啊？哎，起。可以，应该可以。正旁应该也可以啦，极致宝脱钩。哦，哇哦，差一点。哎呀，他被那个透明盒挡住了。刚刚那一波应该出了。再来一次。因为它底部也有一个透明盒，所以它刚起来原本要过了就哎撸登起。我、哦、这个。极致宝脱钩，正旁也可以，后旁最完美，正旁也行。脱，哎呦，哎、欸，安内嘞，也有。过，哎呦，不能太薄，哼，不能太薄，这太重了。先求贴挡。再给它包回去。哎、欸，它、啊、前面那颗球不见了，哼，浮到后面去了。哇，哦，这甩幅大了，但是爪位不对，瞧一下，回来，回来。哇，重啊！嗯，真的重，这个怎么那么重啊？哇塞，这有点尴尬。它立着扔不起呢。嗯。是的。嗯。啊，立着不行。对啊，你刚才不是立着、嗯。哦。因为但是它捏到大框会脱。这颗神扯啊。它是不是可以站起来的那种？你说这一台啊？对啊。应该是可以吧，但是它写循环扇，长的感觉就是这样子。
他写超风量风扇，风大阴静，正版哦，他写正版授权哦，八寸是高度吗？也有可能是高度，但这个算是蛮不错的商品啊。我们那时候刚打的时候，第一下打到宽，它也会脱了，这还是能拼脱，但是我们就加一个就好了，我们再寻一下其他的。那我们来小玩一下这一台，这一台是门口的巨无霸，因为门口这个巨无霸我们没有玩过，试试看。它甩幅是比较还好，但是爪力都极强了，它爪力真的，目前打到现在没有一台爪力就一掰一掰或怎么样的，爪力真的都极强。我可不可以逆上去五档？那个面具啊，这么呢？这一个、啊，那个是什么？面具啊，就那个星际战警是吗？星际战警嘛。它要变平凡了。这一个，重，过来，大平台哦。没用哎、欸。这个平台没什么用，那还是打掉吧。哦，它可以吸耶！哇塞，都带吸耶！那后面这个再稍微夹乱好了。中间这个，很想要把东西把它整个塞好塞满，塞好塞满会比较稳。直接来吧。它好像吸得动哎、欸，它吸得动哎、欸，要被你弄平了。哇，真的、啊、要有东西过来啊！这个乐高，这样子还不错，它乐高变45度。嗯，哦，它整个它吸的力道超强，这样吸，再吸一次，哦，哦，再吸一次，没有没有，先这个先这个，我们先把后面带过来再吸，这样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万一它又飞回正门，它会直接掉出来。来呀、啊，这个面具，重，贴玻璃比较麻烦一点。二手，勾，再来了。嗯，再一次，勾，差不多了，它应该是回不去了。左右，啊吸，它要吸到那个三角处啊。哎呀，过不了！哎呀，再一次，有，有 ，OK， 有了，吸出来了吧？然后这个面具，哇，它比较重，嗯，这个比较重，哎、欸，正，哦哦哦哦哦，安内嘞。乐高吗？嗯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、还是直接来。直接来好了，那个乐高沉下去了，但是应该也是吸啊。还是后排。嗯，也行也行，但是这那个会比较长一点。我吸。可是这个不行哎、欸，这个有点重量哎、欸。还等吃。对啊，吃。哎、欸，它有雷标哎，是正版的、啊，正版《星际大战》。哦哦哦，这可以哦，二手，可以可以，它那个有露出一个头，如果让我吃到那个奥瑞奇那种，应该就有了，有再起来了一点。
到了，又回来了，哎呀，又来了，甩侧的，哦，哎呀，哦哦哦，那甩不用慢，那我可以这样子甩二楼吗？不管了，也只能这样子了，可以，又来了，点一下，点一下。啊！哎，现在哈喽，有音乐。我们把它拨回去。还是要出啦。只要不要吃多，就不会回去。啊！哎、欸！啊！哎、欸！吃多了呢。哎、欸，这吃多呢，我以为会喷呢。哇，东西都在里面。好吧。那这一台呢，我们就打这两个吧，一个恐龙，还有一个这是星际大战的，其实它的细节这个做的蛮不错的一个头。哎、欸，你带着它打？这是不要让它带，这是可以带的吗？不是吧？这粘在墙壁上的吧？哦，是啊、哦。这两那边来啦。那你刚刚说面具啊？人头啦，人头，而且它有一个锁，这个是要直接拴在那个墙壁上的。啊，那我们这个就夹两个，我们再去寻里面的。那我们寻到了下一台，这一台呢是金属烟灰缸，环拉会。这个烟灰缸蛮不错的、啊、但是它旁边好像有打火的功能哦、喔。是啊。哎呀，它后面有一个图片呢、啊，好像那边可以点火，还是怎么样？不知道。万次点火棒。哎、欸，这个喜欢抽烟的人好像是蛮不错的哦、喔。它是直接是一个烟灰缸，然后带点火的功能。那我就，嘿，但是它有重量。我啊，那照你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下面的，下面的 ，OK， 那就，然后这边的，在打台的时候最好是先，平台稍微做一下整理，在打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累。破，哎，很重呢，只是它上面有那个盒子啦。盒子本身是就空盒，然后它是就变成空卡条，一边重一边轻，是难度会提升。如果它今天那个烟灰缸是装在盒子里面，哦，应该是会被暴打，重，就这样子就变成不知道什么角度去给它拖。哎，不行呢，它只能捏本体呢，它捏盒子扶不起来。本体会喷啊！对，本体会喷。哟，这样，我觉得头应该算是唯一的解法了啦。这样拖，你看这样子才会拖，但是反过来的话就，反过来不行。一二四，全部都是反过来。对、啊。重。哎呀，他捏那个下面不行，不然不行的话，我们试着保一做一吧。哎、欸，不用保夹了，一个就好。它的重量其实它算是这个区域它的重量是重的，但是它盒子这个算大边，拖的几率会比较小。但是它正的，它只要站正的这样子，其实是很好打的。但是就可惜我们那时候正的有稍微一次吧，稍微就直接拖掉。然后我们就打一个金属烟灰缸，我们再去寻一下其他的。我们最后呢来小打一下这一台，这台是蓝牙耳机，智能冷光显示萤幕。哇，这甩幅！哇塞！以为要出了。对呀、啊。哦。可以吸耶。哎呀，略吸略吸耶。那我先把这边的坐过来一下，弹，吸。可是它前面好像就不太能吸耶。这个抱一下，下去吧。卡爪。嗯，卡一下。
哇！这样不能吸啊。嗯，这样子没办法吸。但是可以骑士堡。哇哦！哟，哇！厉害哦！那是一个脚哎。脱！哇塞！这个东西有点厉害，让我回想起充电线、充电头、快充头，让我有点回想快充头的感觉了。啊！坐。香味。哇塞！哇哦！终于有没有过电？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然后我们这一个呢，我们打了300多块左右，打了这个蓝牙耳机。好，那我们去把东西稍微集中一下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这一场呢，总共就讲这样子吧。出货感非常的不错，而且一开始呢，我们有打那个。那个监听器呢，回去可以稍微小玩一下，但是不能惯用。你有好奇心一点点可以，但是不能把它当平常都在玩的东西。然后我们后面呢还有享受一些出货感，还有星际大战的那个头啊，还有最主要是这个，我觉得这个歌林的它是写8寸循环扇哦。我觉得这一台非常的不错。那这次呢我们抽奖就抽它吧，因为我看整体下来的话，就它实用性质最大。好，那这次抽奖呢，我们就抽这个歌林的超大风扇，而且它写风很大，非常的静音，8寸循环扇。好，那这次就抽这个循环扇送给大家。那这一台的抽奖办法在片尾，大家再去看一下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